由新场馆首场开幕演唱会邀请到罗大佑献唱，十七人中西摇滚乐队登台，上千位乐迷挤爆现场，座无虚席。今年70岁的罗大佑不但展现苦练多年的钢琴，还一口气带来了27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，让歌迷们仿佛坐上了音乐时光机。熟悉的嗓音令人陶醉，华语流行乐造父罗大佑一身帅气黑白劲装登场，暌违4年重返台北摇滚开唱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大佑。今天是 Legacy Terra 开店的第一天，我帮他唱开幕，搞得我好紧张。北流行场馆开幕第一人，罗大佑以小巨蛋规格带领17人中西乐队，一口气带来27首经典歌曲。除了经典歌曲掀起回忆杀，70岁的罗大佑大秀自己苦练钢琴多年的成果。罗大佑更不禁感叹，向歌迷吐露心声，激动说：“科技进步，音乐人接连失业，被淘汰掉的音乐人起码有70%，更直呼在今天这舞台上都是了不起的幸存者。可以共同振奋大家的人心，让大家觉得熟悉的音乐仿佛又回到那个时代。”这场音乐飨宴让现场歌迷仿佛坐上音乐时光机。记者谢爱纯、叶林凡台北采访报道。